你知道有人在很难开场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朋友为什么会说我有社交牛逼症吗？就是因为这样拍影片累积的。那么不闹了好不好？你干嘛？还没开始，影片还没开始。这个不用了，这个我要留着。好，那你留着这个，就是今天。上次我已经留给你一个，算满了。这后收视率不够怎么办呢？就怪我们的金童大大不给我们题材。对，今天的精彩就是，因为都你付的钱啊。哦，也对，煮大了，怎么可以收炸弹？他跟我打家伙，你们真真破坏是吗 ？Hello，Hello， 你看，尴尬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叫我们。让我们用那个盒子的惨状来开。啊，这次让我们一样预测一下，这次会中什么？我上次猜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就真的中这只了。我这次猜藏马兰特或苍象，绝对不可能再中骆驼母，应该是藏马兰特啦，我觉得。怎么可能也那一样吧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藏马兰特，我叫原地爆发了。苍象啊，苍象啊。这次换我拍了。好，苍响，藏马兰特，苍响。你猜藏马兰特还是苍响？还是骆驼母？苍响吧。那我猜藏马兰特好不好？都可以。虽然我觉得是苍响啊。好，藏马兰特。开快一点。这个怎么开啊？有点难开。是我逼。啊，好的。是什么？藏马兰特。Yes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藏马？有没有？可以啊，看一下。我先开。谁没开吧？我先开。我已经开了，来不及了。你个垃圾。好，就送你。垃圾，对不对？热。说你很热。你哪边很热呢？哎呦。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连续开两包都是垃圾，那么第三包由我来开。哎，不行，换我了。第一包应该要由我来开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翻面，同时进行。来，三，这样哦，前面都是乐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抽走最后一张。嗯，你这张好像蛮好的。可恶！然后三、二、一，哇！那你折到了？没有折到一点了。哦。要跟店员说吗？好，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，说啊。哎，中好东西了。他分给你。你要分给我吗？啊！我相信你为人心善，你就会送我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人太好了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，送我了？我得到了。就这么决定了？没有了。没有啊，等一下让。看不出来。哦，有。啊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哦、我好了，你忍，你好意思说我好了？可是有点没好。你要骂我？我这里关门气爆，你都把挂折坏掉，到这边送我的。Yeah。 谢谢你们，太好了。你敢拿走，就把你衣服脱掉。好，收好了。哎呦，那你开第几包了？跟你那个叫我们一起。我们现在爆气。好好来啊。像这样子的。对不起。一直坑人家卡片。跟那个在哪里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，我帮你丢垃圾嘛。我帮你丢垃圾嘛，好不好？骗你！我们把东西都丢掉了。嗯？我看到这样子，我们要开到窗险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子。啊！天哪，天哪！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公鸡心大虾没？我再送你一只，
五龙，画十一龙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等下这个这样子很难丢。因为有你，温暖了。发现每抽一盒就会有这样一全图哎。伤心。大胆想法，继续买。说好的大圆摆题材呢？对啊，我现在就去了。嗯，那就到时候就要六点，然后我就要回家了。嗯，要不要拿顺便去买水果仔仔？什么水果仔仔？你没看到分类吗？你给弄到这。丢这里，还拿错，不是丢这个。哎呦，烦死了！纸类的都想丢，没有。这个你应该不用吧？不用啊，因为后面有这个 Vista 的那个。嗯，卡片哦，别这样，对不起。究竟是什么事？你这个可以放片头，你知道吗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勇敢的男子汉魏根凡痛哭流涕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任凡如此伤心？里面录那个说出来，我下次晚做吧。我耶、yeah. 啊！如果喜欢像我们这种啊，你的心情是不是突然变好很多？干我再买一盒好，我没有把这画好，电线杆。我再买一盒，然后过去拍。好，那个你自己带回家拍。然后你拍完影片要传给我。这个多少啊？我先看一下。你好烦哦、喔，时间不够了。400多哎、欸，然后一定会中一张全图哎、欸。那么今天里面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做一个喜欢我，做一个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先记得帮忙按个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小铃铛，就可以收我的所有影片通知。那么我是真破坏之王，我们下。怎么跟外面？我是真破坏之王。你怎么跟外面 YouTube 的？快点！我是人人人才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不妨帮忙按个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打个小赞就可以收我的所有影片通知。那么我是你们神真破坏之王，任叉叉，任你阿、啊、妈，快点、啊，为叉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